长出你是我一生。对，对，就求你得出在场每一位。对，同在。对，别暗笑，你是我。对，也照顾他们一家人。对，他的自身尊。对，还跟着上海沙一样。对，啊，这是你看得见的。对，上海见证人。对，我们才看见的。对，让人无比的信心。
한국 갈비. 아, 네. 非常带着味道的诗歌。我从小啊，在我刚出生，就跟着我的爷爷李虎成弟兄，以及还有这位李师母啊，我们都在八小区聚会。我从小也是这个李细梅阿姨带大的。哎呀，我觉得今天在跟他这首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我爷爷以前最喜欢唱的，也是他埃及聚会必点。那这个我今天在这边也是，哎呀，唱这首诗歌就想到李师母啊，在我小时候啊，也是这样的无微不至的顾惜我啊。那个全会所里面大家就只有他，到一直到现在，到应该说到去年啊，哎呀，他是一直叫我，只会叫我大宝，他不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啊，然后他就是大宝大宝。感谢主，想不到有一天呢、我竟然是能够在他安息的这一天，能够也来为他唱这首诗歌。我就是觉得李师母身上啊，在这一些老一代的弟兄姊妹身上，我们真的看见了信心的榜样。我从小看着他们长大，不由自主的，我也是很羡慕啊。李师母的雷音真是啊，何等的豪迈！哎呀，他虽然大字，他自己说他大字不识的几格啊。但是啊，他当他读圣经，当他导读主话，哎呀，当他小的时候啊，带着我们一起在这边操练啊，赞美主的时候啊，哎呀，我真的觉得这爷爷奶奶真是太宝贝了，哎呀，真的是爱的神做我们的牧人，啊，牧羊李师母到这样的地步啊，成为一个大圣者的榜样，哎呀，我们真的是非常受激励，好不好？我们再来啊，把这首诗歌再享受一次啊，这一次我们有感觉的，你心里受感哪一节啊，摸着你。你就站起来唱哪一节，好，我们就不拘任何的形式，让你自由。好，第一节。
96岁，也是人所羡慕的一个高龄，但是我相信弟兄姊妹都还是舍不得他。对，我先来宣读一下母亲的生平略述。在这红色的这一部分，这是我的哥哥三哥，因为气盛二哥卧病在床，没有来，所以姐姐，还有一些女婿媳妇在美国的也不方便来，孙子还是台湾的这两个做代表，但是他们都非常的想念奶奶。我们最亲爱的母亲是四川省秀山县人，生于主后1921年10月1号，就是民国10年。主后2017年6月17日安息主怀，享年96岁。母亲的家乡是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外祖父务农，遗憾的是外祖母在母亲8岁时就去世了，从此他就担起照顾2岁的弟弟的责任，喂养弟弟，煮饭洗衣等家务事。因为交通不发达，方圆数十里内也没有学校，母亲一直没有机会上学，但是她资质聪慧，学东西很快，什么事都要靠自己，所以也养成她独立坚强不服输的个性。抗战期间，就是我们抗日战争期间，我父亲是高炮部队空军，他的部队驻守在母亲的家乡。民国33年和父亲在秀山县结婚，34、35年生了我的大哥、二哥，38年随父亲的部队全家移居到了台湾，住过许多县市，最后定居在高雄，又陆续添增了我们三个，三哥、姐姐跟我，一共育有5名子女。民国42年，我父亲因为生病住院，在医院里面听到福音而蒙恩受浸。第一件事就是叫母亲去找教会信耶稣。当时母亲虽然不大清楚这个信仰是什么，这个信仰的内容，但是她也很顺服父亲，在高雄教会议会所受浸归主。民国73年搬到台北以后，就一直在14会所聚会。我母亲的一生都是以家庭为主，常年陪伴服侍我父亲的生活起居，直到父亲90岁高龄安息主怀。因为他自幼没有母亲，所以他知道有妈妈的孩子是个宝，他和我们子女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母亲大半辈子都很辛劳，把我们兄妹4人养大成人之后，因为我的大哥在19岁，民国49年就生病先过世了，所以后面我们4个人长大以后，他又带大了4个孙子女。他身材不高，却是精力旺盛，动作利落，我的父亲都叫他小金刚钻。他做的家常菜非常好吃，尤其是他熬煮的鸡汤，哼过的人都赞口不绝，怀念不已。父亲在2002年，就是民国91年，在竹里安睡以后，母亲仍然常常把我们兄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论是在美国，在台湾，妈妈不仅是我们子女心中的支柱，她也是教会的宝贝。弟兄姊妹都很爱他，他晚年的生活更因教会生活而丰富。他常常说，星期四长金牌，主日波比，一下子小区，一下子大区，又有集中，又有香条，他好忙哦。因为每次爱宴他都要带很多菜很多水果去，他也常常爱宴弟兄姊妹，老的小的他都喜欢。很多师母，像曾师母、美云姊妹、谭英姊妹，还有我们陈师母，看到她就要抱抱她。我们的亲友、同学、多年认识我母亲的人都喜欢她。她也非常特别，好几次严重的跌倒和病痛，经过医生的医治以后，她又都奇迹似的恢复健康起来。医生弟兄们也很保爱她，都给她最好的用药。
母亲对主的信心非常单纯，她就是凡事相信主，主是一切，主不会错，主也主宰一切。她虽然常感叹自己没有读过书，认识的字不多，没有办法读圣经，借着白纸黑字上的话来认识主，但是她非常留心听，听弟兄分享的信息，听到一句他就吸收一句，他摸着他有灵，主就是灵，所以他很会祷告，每天一起床一定祷告，向主认罪，为子女代求，为弟兄姊妹祝福。我母亲虽然很长寿，我们还是舍不得与他暂时的分离，但是相信赐人生命的主到那日会使我们一同团聚。为母亲做一点见证。谢谢弟兄姊妹来参加母亲的安息聚会，大家都很羡慕我，到六十几岁还有妈妈可以撒娇，真是我妈妈的人很多都很喜欢她。妈妈是一个个性活泼开朗，对人非常热情的人，一辈子都是以家人为中心。我们感谢他对我们的爱和养育之恩，实在是几天几夜都说不完。我来见证一点我母亲对主的经历。第一个，神是不偏待人的。因为我妈妈不认识字，有时候来聚会要读圣经要读信息，她有点自卑，她觉得她没有办法用照着这个经文上所写的，他常常笑我跟秀霞，你们都是看书才会祷告，他不用看，他在灵里认识这位神，赐人一个奇妙的灵，很奇妙，他就认识主就是那灵。他每次都跟我说主都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就是存在，所以他很相信这位主又真又活，可以信赖依赖，还会约束管理变化他，所以他知道主是个灵，可以经历，可以祷告，可以享受，可以呼喊，随时都可以亲近。这么大的福分，他说像我这样卑微的人也可以得到。第二点，他说主不仅牧养他，也牧养照顾他的孩子们。最主要他说有一次他跟我讲，他说主真的是活的，因为主感动他，因为年轻照顾我们很辛苦，等我们都长大了，他就想过一点轻松的日子，所以偶尔出国旅游啦，他就喜欢打打麻将。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说主感动他不要再打麻将了。我说你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他说主感动他要起来追求主。那我说妈妈75岁了会不会太晚了？他说不会，主是不偏待人的，追求一年是一年，不管活多久。妈妈就是有这么大的信心，所以最后他就说主拿走了我两个最大的嗜好，一个就是辣椒，因为他是四川人，非常爱吃辣椒，一个就是麻将。最后他就心甘乐意的把这一切全部放下，他说他要过教会生活，要跟弟兄姊妹往来，晚了一点没关系。所以教会有什么行动，家打开年长牌配搭儿童牌，他能够了解的他都很愿意跟随。他很喜欢奉献，他常常跟我说种得多收得多。有时候我说妈你不要奉献那么多嘛，说不定你还要活很久啊，钱要留着啊。他就说你不懂，我这个是为你们做的，我是替你们奉献。因为你的哥哥姐姐都在美国，我替你们摆上，愿主祝福你们。他明白这个东西，他对我们的扶持更是不用讲了，都是不打折扣的。我们给他的钱也好，或者是爸爸留给他的钱也好，我们要做什么他都会先拿出来，物质的精神的都是不打折的。像我以前小时候我要聚会要参加特会，我妈妈只要一听到我要聚会，好去，
一千块好给，从来没有一点点的犹豫，只要爱主就好，因为他就信得过这个主，不仅给人生命，还会导引人一生的路。他人性上有几个特色，弟兄姊妹其实也都很了解，我在这里见证一下。他是一个不讲章法的人，啊，弟兄刚刚约好要来接他，他说不要，我今天要走路。然后说好，不要载你，他说我要坐车。很可爱，很真实，他乐善好施，对人非常的仁慈。我跟他坐计程车，300块的车钱，他给人家400，他说司机100块给你吃中饭。对，有时候妈妈太大方了，我的心都一直跳。为人慷慨大方，干脆豪爽，每次爱宴，我说带4样菜够了，他说不够，还要再带。啊，所以呢，他这个人就是有这个灵，很奇妙。对，一点也不勉强，他不愿意做的事，人家勉强他也没有用。啊，遇到难处更为坚强。我父亲过世之后，哥哥不到3年就检测出来失智，他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他当机立断，叫我们哥哥姐姐从美国回来交代他们，哥哥生病了，赶快回来团聚扶持，啊。就是在10几年当中，妈妈真的是非常坚强的熬过来。每个礼拜六，我们都带着哥哥到出去聚餐、相调，激励我哥哥努力的走过这个病程。他最大的一个特色呢，就是他90几岁，心中始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到老也不糊涂。看人看事非常准确。我们那个市场都认识他30多年了。许多商人有时候看妈妈买东西，讲5比6啊，比如说他要那个5个鸡腿，他就说给我5个鸡腿，这样子讲5比6，那商人就想他大概老了糊涂了，啊，但是休想找错钱给他，钱一拿到手中一算，你少给我一个多少？他真的心里明明白白的啊，但是他也不小气，啊，该给人家的该多给的。他都不会跟人家斤斤计较，最大的特色就是对我们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个信心何等的单纯，一点没有疑惑，主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为什么你哥哥没有好起来，陈弟兄都好了，我说这个是主的旨意，主的意思，他就相信。他并不是因为看了什么书或者明白了什么东西他才相信，他就是相信主就是个灵，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就简单的相信，所以他到最后他就说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主，交给教会。他不只相信主，他也相信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晚年对他的鼓励和安慰，因为我一半的兄弟姐妹在国外，所以弟兄姊妹是他最大的扶持。许许多多我的同学也是每年常常都会来看他，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妈妈的照顾与扶持。很多人都说我是一个最孝顺的女儿，其实我一个人是做不到的，完全是这位牧养的神，总的动力，总的一切，还有众多人做我的帮助。阿们，哥哥也来讲讲。我林庆明。李宋的三儿子，我母亲一生在我的观念中多彩多姿生活，她有两个要点，她为家庭奋斗，她为我们这些子女牺牲，可是她无怨无悔。我常在国外想到以前我们家里过那种非常艰苦的日子，可是他总是很坚强，很支持，希望我们能成为这个社会上的一个中间分子，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自己站得起来，腰背挺得直，做任何事情都是中规中矩。我最大的感触，这一辈子就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并不是我今天到美国去发达
赚钱，或者是过很好的生活。我的转捩点是因为我从小并不喜欢念书，我脑筋很活，但是我都喜欢玩，就是把念书当作一个好像很次等的事情。我母亲没念过书，她没有受过教育，可是她就是告诉我一件事情，当我在决定要不要上高中的时候，我一直在那反对推，我不要去念高中，浪费那个时间，浪费那个钱干什么，我去学学修单车修摩托车，甚至我的父亲都这样鼓励我。可是我妈妈那种个子小小的，看不出来她有什么多大伟大的想法，她居然就很坚持说你一定要去念这个高中。我在她的支持下总算走入了高中，把它念完，这就是我的一个人生最大的转捩点。所有以后的事情就是这个地方让我完全改变。我当兵，我出外，跟这全部都连在一起，我心里面只有无限的感激。我在美国地方妈妈去世，被主接走了，我很难过，可是也为他高兴，他被主耶稣在很平安，在很安静、很微妙的情况被主接走，他去享受主的关怀，他去接受主的荣耀，感谢主。在这里呢，我特别要感谢几位人。我的妹妹，妹夫常耀，这个孙女阮玲，侄子盛杰，还有我们要来的嫂嫂跟哥哥，因为我一年到头在国外，我过的日子，在我的生活，我永远都觉得很平安，是因为我把他们交给他们，全都交给主，而且他们让我在心里面有种感觉，就是不论世代这个时代如何变化，事情如何变化，这些人在我的心中都是我的英雄。我这次来也是匆匆忙忙，但是这几天跟着妹妹看看大家，我有很深的感触。这么和谐一个大家庭，那替我母亲做这么很好这么好的安息聚会，而且替我们做这么好的见证。Amen. 谢谢大家。Amen. 愿主与大家同在。Amen. 保护你们。Amen. 我想有一半的人认识我，我是李斯姆的大女儿，我也住在美国。我是每年暑假，最近这四年来，我是每年暑假跟庆美换班，因为庆美太辛苦了，所以暑假的时候我回来台湾照顾妈妈，庆美就去美国休息一下。这几年的跟母亲的相处当然比年轻时候更珍贵那种。然后我妈妈很奇妙，就在她很喜悦我每个礼拜天跟着她聚会。她说，她常常说这个你要是跟我去聚会，我就觉得这个又真又活的神就在我母女俩中显示出来，所以我就说好。然后他又很喜欢我站起来介绍我自己做见证，我说妈，这个就不用。他说哦，不行，我看着你做见证，我又感觉我在主里复活了。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教会真的是跟我跟这个外邦人真的是大不相同啊，充满了爱。这都是我们与主的这个，不管在任何实地有主的那个交通，还有姊妹的兄姊妹的爱啊，我就是觉得很享受每次回来。然后还有一次，我觉得我妈妈很可爱。有一次，因为她每次要聚会前，她都会把那个奉献那个很仔细的检查过。我觉得这个是对你很重要吗？我有时候会有点怀疑，我说妈妈不用了，她每次都把这个事情放得很重要。那她说这个是她要做为神做的。然后
有一次他大概忘记了，我们来大这个聚会所聚会，他大概忘记，他到楼下的时候，我要用轮椅推他走的时候，他说等一下，他就去从那个包包还有从他的口袋一直掏一直掏，掏出很多的铜钱。他说他要往那个奉献箱丢，我说哎呦拜托了，我给你钱呐、啊。我说那个很麻烦，因为我很大声呐、啊。他说主是纪念我投的每一分。我就觉得我母亲哦，这位又真又神的神真的是在照顾着我母亲，让他充满了信心，也让我们这些兄弟姊妹真的是对母亲那种关怀，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亏欠很多，不感谢主，我们有一天都会跟他再聚在一起。啊，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八小区的儿童，对那个比斯母的纪念，他们请那个用诗歌来表演。对，那我们请八小区的儿童到前面。啊，对，阿门。因为你是非常爱我跟我的弟兄，他说我们是
传人，所以呢，我常常去他那里呢，他都会把他最好的给我这个死传人来焚香来吃。他常常在我的里面呢，就告诉我说，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只有神是我们才是真的。感谢主，所以我跟李师母在一起，我们很真实。虽然有时候呢，他会凶我几句，但是他那真的是在爱里面的一个劝勉，一个扶持。他常常告诉我说，世上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是他所爱慕的。所以我在他身上嘛，就看见，虽然他经过了几次很重大的伤病，但是他都很感恩。他都能够在神的帮助底下能够挽回，尤其他对他的女婿，他以前他常常有觉得好像因为他很直嘛，他虽然他常常有时候讲话会得罪他的女婿，但是他常常在我的面前夸奖他的女婿。所以今天啊，我们在这里啊，真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见证，爱神的人绝不落空。感谢主。感谢主，我是由空秀霞姊妹。主啊，赞美主。虽然那个对，像季安姐、清明弟兄他们都不在国内，但是感谢主，主把我摆在你妈旁边。主啊，所以说我是非常享受，是一个受益人。主啊，我从我跟你妈过教会生活已经有20几年。主啊。我最蒙恩的就是因为我是从乡下来的，我是非常自卑，又非常冷淡，好不会表达的一个乡下孩子。但是主啊，你妈她从来没有嫌弃过，就是在对除了我得着神之外，从你妈身上就得着很多属神这一面的帮助。就是对，尤其呢，像我这么冷淡的人，你妈常常抱抱我，就是因为她常常抱我，所以呢，我从那里就得到很多从神来的爱，以致我回家我可以抱我妈妈。我就是那种，我对，就是她对我的影响挺深的，就把我从这个非常退缩啊。带到积极这一面，主还有就是主耶稣非常他常常会说谢谢你啊，谢谢你，就是非常的会表达。主啊，我一从他身上就学到很多。主耶稣啊，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来回报他，我只有每次带着孩子，就是我带很多孩子，每次我又把他带到他那里。那一同唱诗歌，他会跟孩子一起唱诗歌，然后主啊，而且他常常家里都是准时，都是预备好鲜奶，就是我带孩子来，那孩子们每次都说奶奶好，奶奶好，叫完就赶快去拿马克杯，扔在那边，奶奶要发那个鲜奶，还有就是那个主啊，就是煮好南瓜稀饭，就等着孩子们去可以吃。主啊，主耶稣就说。基督是我家之主，我常把挂在家里，成为一个表。可是其实去你妈家就可以看到什么是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你妈是非常实际的主啊，她就是那么真实的到主面前。所以我也是常常有什么事，我主啊受了任何的委屈，我只要去你妈，你妈都抱抱我，就使我那么安慰了我。主啊，主耶稣，感谢主。虽然我娘家我不能常回去，但是我旁边有你妈妈，成为随时的鼓励你们吃。主啊，主耶稣啊，哦，主，甚至到最后，那个你妈白天大部分都在睡，但我去的时候，我要走，她还说秀霞眼镜，秀霞你的包包别忘了拿，啊，秀霞你的这个帽子没有拿。就说他非常清楚，知道我是丢三落四的，知道我是那个性格非常松散的主啊，但是他是非常的包容我，
他在很多他对静美姐是非常严厉的，然后常常责备静美姐，但是对我他是非常的包容，非常的爱，甚至常常都提醒静美姐不要对我凶，要帮助他。哇，主耶稣，他就是这样的爱我。主啊，主耶稣啊，那个今年过年我要回娘家过年，然后我就邀你妈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你妈就说很爽然、啊、就说好，然后她就替庆美姐催替庆美姐去买伴手礼，然后我还想说主啊，我不知道怎么招待你妈妈，可是她就像那基督的大使一样，在我的娘家那个主啊陪我姑妈聊天，然后为我爸妈祷告，然后还那个什么叫我大姐不要信主，要信耶稣。我说主啊，主啊，那个我对我家人不敢说的话，你妈都把它说出来。主啊，主耶稣啊，而且真的把那个祝福带到我们的家。主啊，何等的感谢主！还有这样是在你妈身上最大的一个，就是她是一个铁的人。主啊，主耶稣啊，主啊，她把儿女给她的钱，然后还有她就是拿来奉献，所以说她的奉献。不是就说一个月来一个那个什么十一的奉献，他奉献有很多都是个人包的奉献，他只要他看到哪里有需要，谁有需要，他就是用个人包的方式来奉献。然后他的那个年长就是那个老年津贴，他一直都拿来爱念年长的。主耶稣啊，他就是这样的给。主耶稣啊，主耶稣。赞美主。他说啊，他今天他就是把他这样的榜样也给了我们。感谢主。我在这里我只要说你妈我爱你，我就更怀念你。大家好，我是八小区的林家和姊妹。那我今天也要为我师母做点见证，就是你师母她是一位活泼的奶奶，虽然年岁也高，却常常为了爱念弟兄姊妹，亲自去菜市场买菜做爱宴，只要弟兄姊妹吃得饱、很开心，他就蛮有喜乐。近年来，奶奶因为年纪越大，体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但对弟兄姊妹的爱却不曾减少过。常常在主日集中聚会后，邀请弟兄姊妹去餐馆，请我们大家吃爱宴。主日聚会的时候，我喜欢坐在他的身边，为他翻诗歌本。奶奶虽然认识的字不多，但每次唱诗歌的时候都很认真，也会拿起笔来把她喜欢的诗歌页数圈起来。有时候奶奶生病无法来聚会，我们会到她家中探望她，陪她共同祷告。她在祷告中总是向主说：“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赞美你。”即便身体有病痛，依然如此祷告、坚贞、爱主、信靠主。我软弱的时候，奶奶也会常为我祷告，向我说要信靠主，主耶稣爱你。感谢赞美主，主使我们在生活中互相扶持，并把爱建造在我们中间。感谢赞美主。感谢主啊！我在应该是说奶奶的最后半年比较有机会跟奶奶接触到。那另外其实比较密集的是在奶奶大概过世前的一个月。那我觉得其实我每次看到奶奶，我都觉得她很好玩，因为她到后来的时候常常头脑会不清楚，她会有时候很想睡，然后有时候不太清楚。可是她有两个很主要的通关密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第一个通关密语就是小孩子，你只要把孩子带到他面前，他就整个活过来了，然后他就清醒了，然后甚至我从来没有看过就是奶奶的那个动作，他就会拿着他的香蕉。刚刚有妈说那个奶奶都会把那个什么牛鲜奶那些备好，然后南瓜稀饭。那可能我去的时候奶奶已经就是不舒服了，所以呢他后来都是用香蕉，我看到的都是香蕉，然后他就会拿着香蕉当枪，然后要对我们家妹妹，我会带我们家老二那个妹妹去，她就会拿枪跟她比动作，那要不就拿香蕉去动她的肚子，因为小孩子的肚子就晕昏昏的，她每次就去戳她这样，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奶奶醒了这样。然后第二个通关密语就是，你只要看她昏昏沉沉的，然后好像不太理人，
你就说你奶奶你已经得胜了呢，这个是主耶稣的荣耀在你身上。你只要讲到得胜，讲到荣耀，他又醒了。然后我记得最后两次我去看他的时候，有一次是我要离开了，然后我就跟他那个青梅姐就跟他讲说，哎奶奶我们要祷告，因为我要离开了这样。然后奶奶她就开始自己很夸张的在祷告，然后很用力很大声，然后看他祷告那么久的时候，然后他祷告完了，他就整个瘫了，完全不太能动了。那第二次是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是就是睡觉的时间很长，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是都不清醒。然后我就在奶奶耳朵旁边告诉他说：“你是得胜者，你已经得胜有余了。”他眼睛就亮起来，然后就开始笑一笑，然后再就讲了几句，然后就继续睡。然后因为等青梅姐等很久，所以我只要觉得他应该清醒的时候，我就再跟他讲讲话，就是你是得胜者，他就醒过来了。对，所以我觉得你奶奶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开心，对，就是讲到主，讲到这个信仰，讲到得胜，他就整个都很开心。然后最后其实我要分享的一点就是说，从你奶奶这个生命当中，因为我在参与她的生命是在最后这段时间，可是我觉得给我年轻人一个很大的想法，就是当我看到你奶奶哈，她其实是。他的状况就是会越来越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的健康，就是他已经预测他的路就是这样，可是他如何能够胜过这个路，靠着他的信仰，靠着他里面那个灵，那个主耶稣。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说，哎，我们趁着年轻的时候，虽然我们会看字，可是我们看了字了之后，我们理解的不一定多，然后我们理解之后行出来的也不一定多，所以我觉得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哎，你奶奶今天会有这样的能力，去胜过她人生最后的这个困难或者这种痛苦的话，我觉得那个主在她里面一定是活了很久。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握时间，好好的去追求，或者是说聚会，因为只有靠着追求跟聚会的这个过程，我们才可以把别人生活过的那个主放到我们的里面。当我们的资料库够多的时候，以后我们也有一天也会老，也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个东西就可以扶持我们，帮助我们，加强我们，让我们可以像你奶奶这样胜过。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张雅芝姊妹。然后与其说是来为李师母做见证，不如说是我看见李师母做主的见证。那因为两年多前，那个李奶奶她90多岁的高龄，因为跌倒腰痛，然后在家无法参加主日，然后因此我在主日后会随着青梅姊妹回家看望李奶奶，然后陪奶奶波比祷告。然后当时李奶奶因为跌倒说话不太清楚，可是她在病痛中她仍然相信主是爱她的，然后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她都会很真诚地说出对主的赞，然后感谢主。李奶奶在青梅姊妹的照顾下，大约半年以后，她身体就逐渐恢复了，然后说话也清楚了。有时候我下班拖着疲惫的身体去看望李奶奶，她都会很热情地招呼我陪她吃晚餐，然后并且一同祷告，然后她很喜乐的都会说，哎，主耶稣爱我们，耶稣与我们同在，很宝贝我们有这位又真又活的主。所以每次去看望奶奶以后，我都很得共益，然后就脱去了这一整天上班的疲惫。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就知道去年李奶奶因为食欲不振，然后吃不下东西，住院检查以后发现胃中有异物，然后医生在取出异物的过程中，然后奶奶一度休克，感谢主的保守救了奶奶。但是李奶奶但是医生帮李奶奶装了鼻胃管，然后帮助她就是进食，维持她所身体所需要的营养。但这期间，奶奶真的是有很强的意志力，她也练习自己吃东西。然后奇妙的是，几个月以后，奶奶竟然自己拔掉鼻胃管，就正常的吃饭。然后，李奶奶90多岁的高龄，如果不是主，有谁能办得到呢？感谢主，就是在李奶奶身上，我们看到主真是爱这一位信靠他的李奶奶。主在李奶奶年迈的时候，也一路保守她。虽然奶奶身体有病痛，但是她在病痛中常常呼求主，把自己交给主，赞美主耶稣。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主耶稣，我爱你。”耶稣得胜，哈利路亚。对，感谢主。虽然我们很舍不得李奶奶离开我们，
但是你奶奶一生见证了，只要单纯且真实的心靠主，我们仰望他这位奇妙且包罗万有的一位，主就会把他属天的生命和力量供应给我们，然后将他的琐事传输并灌注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一起奔跑属天的赛程，在地过着属天的生活，带我们走完一生的路程，领我们进荣耀里去。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刚刚下飞机，感谢主，因为你奶奶我们在这里一起纪念她，也一起主耶稣。你奶奶对主的信心非常单纯，就是凡事相信主，主是一切，主不会错，主也主宰了你奶奶的一切。我跟你奶奶过教会生活很久，然后甚至有时候是住在他的隔壁邻居，那因为这样子日常生活的交通跟相处，很多时候可以看到他日常那个点点滴滴怎么经历着。那你奶奶其实本身是一个很热情勇敢的人，那但是在主里他的勇敢又不大一样了，因为他相信的是主与他同在，主是他的一切。有很多很多年以前，那个庆美姊妹他们刚好不在，然后托我能够去他家，把李奶奶带去台北车站搭火车。那时候我受托，心里很慎重，但是不晓得为什么这路上就刚好耽搁了几分钟。跑到他家的时候，李奶奶已经准时的走了，他自己跑去火车站。我想说，我身负重托啊，你奶奶又不认识字，那这下怎么办？我好着急哦，赶快冲去台北车站。可是我又不晓得他坐哪一个车厢，哪一个号码。我想说，完蛋，如果丢了怎么办？我只好心里一直喊猪猪啊，这位你奶奶人在哪里啊？结果就列车就走了。那因为我不晓得他搭哪一车，我就一直追着火车一节一节车厢看。就看到你奶奶伸出手，很开心的在这里啊，不用怕，我有主啊。感谢主，幸好没有丢。怎么姊妹里面的主这么的勇敢坚强，让他这么有把握，即便不认识字，他还是可以自己搭火车搭去哪里我不知道，但是主跟他一起同行。们还有一次他去美国，然后刚好可能他家人刚好不在家里，他摔倒了，然后他就躺在地上不能动。我说你奶奶，那你怎么办？身边都没有人呢。他说我就躺在地上望着天花板，就跟主耶稣说，主啊，你不是主吗？我躺在这里你还是主啊。我躺在这里能看吗？你可不可以扶我起来啊？主耶稣啊，一个老师母对主是如此的亲密，如此像朋友一样的同行，一同过生活。当他遇到危难或者需求，没有人可以帮助他的时候，他唯一的把握就是主在他里面，他唯一把握就是跟主祷告，因为主是他的一切。今天我们在这里，除了想念他，更想念他带给我们的那个榜样。无论何时何地，什么境遇，我们信靠主。因为你奶奶不认识字，所以她读圣经或者唱诗歌会受限制。那但是这不拦阻她对圣徒的爱。因为我母亲本身也是不认识字，然后她听不懂国语，可是你奶奶听不懂台语，在这样子语言无法沟通的情况下，两个师母来在一起叽叽呱啦鸡同鸭讲，还是可以交通。你奶奶说我对你讲什么你听得懂吗？我妈妈说听无拢听无。我妈就回答了一些，然后你奶奶说你在讲啥，我也听无。我们来呼求主好了。然后他们两个师母就一起感谢主啊，主耶稣啊，我爱你，就这样简单的几句，没有长篇大道的道理，也没有什么
特殊的真理交通，但是两个师母在一起彼此互相勉励，不受语言的限制，所以我们感谢主，我妈妈就是她结出的果子。谢谢哎，我是为了请师母，师母是参我亲妹参我咱家己的，是你拢在念我，你伫倒来也做好，咱在倒来找我，是你拢在念，你找要找伊，要找伊，你我我以前较无倒来，全走去一边哦。我即摆倒来老人去接，啊，听你讲啊，倒去爱行，倒去甲看觅你。你明仔再倒来，着电脑好好，电脑我下早在咧讲伊足好行的，即摆电脑。佫照讲话，本来拢唔讲，只伊讲，啊唔讲只无偌久，连伊倒来找伊无。真侪感谢，我袂晓讲。阿妹，阿妹。接下来我们请家属面对一些李师母平常的生活的建议，那我们请就是播放一下这个的林黛萍。进来给朋友先帮忙放一下来，我们请看两侧的投影。我因为我们的照片非常多，那弟兄姊妹对母亲晚年的母亲的奶奶都认识很多，那我选了一些她年轻的啊，大概十岁十年，那有一些照片不在这里啊。最早的一张就是我母亲三十多岁啊，我在她旁边。现在开始播了吗？开始播了，已经开始了啊。这个是啊，对，这是我跟阮兄订婚啊。这是妈妈陪哥哥到瑞华家去提亲啊。这是我结婚，在教会结婚后回到阮兄家。这是50岁的妈妈啊，50岁的李奶奶。这个是60岁，妈妈到美国去。照顾三个的孩子，在美国过的，他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做我的美国的嫂嫂。这是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分别照，这是平常我母亲的生活，这是阮弟兄家人亲我们的亲友啊，妈妈跟爸爸。是母亲跟父亲，这是阮玲读小学1年级，啊，做那个像这竞争，都是整天在我们家的奶奶，啊，他做那个圣诞老人，常常的脖子。这个是高雄市政府为他们金婚50年办的，这妈妈第一次回大陆探亲，我妈妈在机场送她。这是跟我的婆婆，我们一起出游。这阮玲1岁的时候，这是妈妈的五个宝贝的孙子，男的，最大的就圣杰。这是阮玲，一共我妈妈一共6个孙子，这是我二哥庆胜弟兄，跟爸爸。这是三哥第一次回来，全家。这是我那个后来读政大教育系毕业，这是阮天德中山文艺奖，我妈去参加，啊，我们每一个孩子的荣耀，爸爸妈妈都有参与，不管在美国多远，我妈妈都要去。这是我哥哥带妈妈到香港去玩，跟阮玲，这是去中部香调中心香调。这我的同学李丽文，她是我妈妈的另外一个女儿啦，啊，这个是去参加阮弟兄的毕业典礼，第一次带我爸爸到美国，我妈妈好厉害，啥都不知道，可以一个人带我爸爸到美国去。因为那时候我们全家都在美国，啊，那这是教我姐姐的孩子包水饺，在姐姐家里头，孙子在她面前玩，跟我父亲在美国生活。在哥哥姐姐家，这是我的姐夫，啊，这是教会生活。尤弟兄那时候还好瘦啊，这是去带妈妈到日本去，啊，
文林小学毕业典礼，在我父亲过世之后，我妈妈就说叫大家一定要回来啊，这是还有我的同事怀疑都是妈妈给他们传过福音啊，这全家团聚，这是我们带圣洁到美国去，爸爸过世那一年啊，然后这是我们到秀霞家三大区，到秀霞家香条，这是把爸爸安葬之后在五指山，在秀霞的爸爸唱山歌，在秀霞家摘橘子，这就是刚刚的李师母啊，我们三大区非常美好的教会生活。这个时候我母亲已经75岁了，但是她看不出来。对，这是我的同学立文哈，这郭弟兄，我妈妈最喜欢的弟兄都是帅哥，刘弟兄。啊，这个是殷红的小孩，啊，这是阮玲帮他擦指甲油。这是佳桦，都是跟我们很亲密哈，跟母亲在一起。这是琼华带着妈妈啊从澎湖来，这阮玲还要帮她擦脚趾甲油，这个姐姐回来看她要回美国去啊，李师母她非常爱琼华的妈妈。这是2014年3年前母亲最后一次到美国去啊，就是她也很想念的我哥哥的孩子，她带大的孙子。上面是母亲节教会的爱宴，下面是他自己又请李师母过母亲节。啊，这到三峡教会香条。这阮玲去美国读书回来，这是我的那个弟兄哥哥，这年长牌，碧莹的爸爸，碧莹爸爸98岁，我妈妈96。啊，这是爱宴竞争，阮玲大学毕业，跟碧莹。碧莹她都叫碧莹大庆美，因为她恨不得每一个人都是庆美。啊，这是到秀霞家，她一共去秀霞家2次，连续2年过年都去。这是会后跟师母在门口会所照相，啊，这是全教会爱宴的师母，这妈妈在美国，在哥哥的家里，还有她最爱的雅致。是他晚年的最爱，因为两次两年都去看他。妈妈，你看他在90几岁还会吃鱼头。秀霞都带所有带的小孩都去我们家，这是爱燕、英英跟秀敏，去年他们回来，他们是他带叶天佑去买菜，他们说他到底是他的孙子还是儿子？因为讲儿子好像小了一点，讲孙子又老了一点。妈妈每一个跟人家照相都是在吃饭，因为她说爱宴最重要。这是永丰常常带去看我妈妈，啊，这李师母是她晚年的好同伴，还有李奈师母也是爱她的师母，还有台姨也是她的最爱，还有国庆弟兄，他每次都叫老师。我妈妈是没有在按这个什么规则的。啊，这是王海荣另外一个他的最爱。啊，这个是那个香条跟陈弟兄。啊，这是我哥哥卧病之前，我们兄弟姐妹跟他合照。这个是庄仲，刚刚唱很大声那一个。这是跟我嫂嫂的母亲，这个是最后我母亲的最爱。他去年装鼻胃管回来，弟兄姊妹来看望他。哎，这个好像有声音，有没有？这是一个影片，这是弟兄姊妹哈去看望他，然后为他祷告，啊，志庆非常爱我母亲。去年我母亲会好，志庆说这是个奇迹，一个95岁的人吐那么多血可以好起来。这个是后来他又恢复聚会，这是今年英英回来看他，啊，谭英他们带着孙子来今年，阮玲
今年一月帮妈妈擦最后一次指甲油，妈妈又哀怨依依，还有我姐夫他们从美国来，这过年，这是仁杰，他今天没有来，他也是最爱奶奶，这个是一轮，一个礼拜来好几次。就是请那个碧莹跟他爸爸一起到山上去。主日小区，这是我哥哥嫂嫂，就是软丁的哥哥嫂嫂，常常来看他，从屏东。这是他最后一次摔倒。他们来看望姐姐，他们带着姐夫25年后又来回来看他啊。妈妈最后一次5月6号来参加福音聚会，这是阮玲帮他做的奶奶通讯录。这是3月23号，他最后一次参加年长牌，他站起来做见证，他说：“主啊，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很多弟兄姊妹当然都不了解他的，都觉得有点突兀，奶奶有时候讲话有点听不懂，但是他们都非常珍赏奶奶。好，这是他们在唱诗歌，没有声音有点可惜啊。那个国庆兄的那个唱诗歌跟祷告，还有志庆弟兄，这个是去年，他后来又好起来了。母亲虽然是个平凡的人，但是他因为得着这位宇宙真神做他的生命而丰富，因为认识教会过教会生活而多彩多姿。短短的几分钟啊，却是把你奶奶将近100年的这个时间啊，都能够浓缩在这些影片生活影片里。我们接着唱一个最短的诗歌也是一样哈，这是各位手上哈，单张的这个毕业哈，非常简单哈，我的师母就是他，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哈，他就用凭着他的记忆唱诗歌，他的祷告也是非常的纯真，100%是从神来的，有时候我这个光景不正常的时候，逐渐的先知李蔡秀珍向我说话，让我吓了一跳。感谢他常常说你要好好的爱你姊妹哦，我说是。感谢。那我们这首诗歌，请那个自己先取一下。Thank you.
眷主，你知道我们何等喜乐，活在这个云彩中间，兄弟们羡慕羡慕，难怪我们这个李师母这么喜乐，他实在是活在云彩中间，成为信心的见证人。当然，他不是信心的创始者和成功者，但是他是被这位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所充满的人。所以，他不仅是复活的见证人，他还是一个喜乐的见证人。我们后面还有许许多的见证啊。杨千台的张文丽弟兄代表，周四的杨千台的弟兄姊妹，这个要唱一首诗歌254首的第一节跟第四节，起立的人就是一第四的杨千台的人起立一下啊，第一节跟第四节。不是，多年多连成一遍，254。第一节跟第四节就好了啊。
我跟他是空坐在旁边，啊，看他的祷告，非常的用灵，啊，传信息的，我是捧住机的，带着带灵的带领他，所以他的长信心会很扶持我们。啊，但是在我们常常爱恋的时候，我坐在他旁边，他的我呢很满的时候，看到我王中没有什么，他都会加到我网上来。我是在说他的爱太感动了。还有一段时间，我们黄海荣弟兄的时候，在爱恋的时候，不晓得是饭食面食，他不习惯嘛。他会领了一个便当啊，炒饭来，他拿回一打开，就赶快往我碗中挖两盘子。我非常的感动，他爱我是这样的甜美，所以我被他的爱充满了欢喜快乐。我躺在他里面享受的非常高兴，我呢更能走出这条的道路。他离开了我们，虽然我们舍不得，但是在爱你里面，我们永远记得了。啊，愿你愿主祝福他的家里，学习他的脚步，爱主、爱教会、爱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我们要归给我们的神。神，欢迎啊！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做见证，啊，李师母就是我们生命的搭救者，世人的供应者。哇，我们那个试验会呐，有那个实验呐在开展，我们刚好过门口到他们那一栋，我们就进去啊，顺便看看李师母啊。他就鼓励我们那个郭弟兄啊，因为郭弟兄他个不高嘛，小小，他也是知道他几岁，他说。你这么小的年纪啊，就这么爱主哦，哦，你要这么爱主要趁年轻呐、啊，所以他就是不但是这个物质上啊关心我们爱我们，他连属灵这生命这方面他也鼓励我们，加强我们呐、啊，就加强我们要爱主，所以弟兄姊妹，李师母就是我们荣耀的见证人。好，现在请开摆车来，因为我们四处三散，唱诗歌不集中了，赶快啊，出来啊！因为李师母我跟认识很久了，因为我们年长九十几岁啊，本会所的人不多了，那么爱主爱教会，一个一个被提到荣耀里了，感谢感谢神啦！那么虽然我们不说国语台语，我们国籍在天上，我们是天上的国度的子民，开展主的福音。虽然有国语有台语，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是人知识会所来为地方教会开展主的台语聚会。现在我们弟兄姊妹为了怀念他，那个李师母我也常知道啊，他李弟兄跟我很熟啊。我们现在十四会所算了这个年长的几弟兄姊妹啊，有九十岁以上没有几位啊，啊，要八十岁，像我这一年不老了，八十多了啊，快见主了，时间不多了啊，更新变化啊。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歌一到亚苏来最欢。
相会，愿主同在，应到再相会。信耶稣袂当分财产，因寄来传的是，伊即摆讲，哎呦，耶稣真好哦，有当买西祈祷，啊，当咱买唱诗歌。你信耶稣有好无？好哦，好哦，耶稣真好。我较早吼，较少下吼，啊，外口做工课，跳舞也袂停，啊，买件臭我的信耶稣，啊，八十年个才信耶稣，啊，信耶稣吼。啊，真好，心肝规个清闲，我身体规个健全。哈，感谢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问你，师傅，你最近几岁？几岁？今年几岁啊？几岁？我即阵98。我身上印证一句话，年长的弟兄姊妹是教会的根，扎得越深，扎得越广，这棵树就成长得越茁壮，也不怕风暴啊。李师母的确是一根啊，扎得非常的深，非常广的根啊，成为教会的祝福啊。每一次聚会，他看到他，就知道他对主的爱是何等的坚定持续。他除了去美国之外，其他的时间聚会时间就会看到他。他对主的爱，对教会的爱是那样的稳固。另外，他每一次来聚会都是对聚会一个很强的扶持。对对，带会的弟兄姊妹啊，都是一个很强的扶持。啊，我在他身上看见他常常喜乐。这个每次看到他就是啊，笑嘻嘻的，然后他里面那个喜乐的脸就啊感动到我们身上，感受到他来聚会，他就觉得来聚会是喜乐的，看到弟兄姊妹是喜乐的，所以我们也从他喜乐的脸受了感染，叫我们也常常喜乐。他在他身上，他是一个常常呼求主的人。主啊，主耶稣啊，他话不多，可是你却常常听见他在呼求主名。虽然他有一段时间膝盖不好，没办法走路来聚会，但是那时候这个张师母跟秋龙姊妹，他们在主的爱里面的
就奉献了一部贵喜的福音车。本来我看他们啊，这个李师母膝盖不好，没办法走路来，还有这郭师母眼睛看不见，这个走路都走迷了，还是想来连长聚会，那我就啊开福音车接送他们。但是福音车太高了，但张师母跟秋荣就有感觉，他们就奉献不许，能够位置啊是。连长的师母们不用爬车，直接就可以坐上去。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啊，李师母她实在是啊那样坚定的爱主，实在是啊召会的根。每次看到他们年纪一大把的，路都走不好，每一次吃药都吃一大把，但是聚会中就是非常的喜乐。我就觉得说，主啊，如果我到年老的时候，我一样吃一大把药，我是不是还会来聚会？每一次啊看到他们，我就觉得他们都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年轻人的榜样。他们一生爱主，成为教会的根，成为教会啊最稳固的力量。我们这些 老弟兄老姊妹，虽然年纪很大才得救，他们都很单纯信主的结果，非常的爱主。很谢谢阿叔，这两三多位，感觉真欢喜。哎呀，会的，教会生活。来拜教会，真多人，哎呀，可能大家拢手灵，真欢喜。一排的聚会，每次都有这个老人们会 A 人来听歌，听我们唱支歌。每一年都有受尽一二十位，都留住七成以上都过台一排的生活，越久的成就我们，祝我们的教会越来越荣耀神。儿童诗歌里面说到了，我是耶稣手中宝，清早起来赞美祷告，我相信每一位的都是主耶稣手中的宝。但是在教会生活中，我们看谁觉得是宝呢？感谢主，这个李师母啊，她真的很爱我。其实我在这个年长聚会里面呢，我只有一点点的服侍。那李师母啊，她也叫我宝，我现在忘了，她不知道叫我是海宝还是荣宝。小宝。谢谢。这个我觉得真的不是我们所配的。我们一点点的服侍，这些年长的竟然是这么样的爱我。那另外呢，这个我真的是享受到了这些年长弟兄姊妹的爱。那这个我来十四会所的时候，我的父母亲啊都到主那里去。到了年夜饭的时候啊，谁纪念呢？都是年长的师母。所以我去过庆美家，就是李奶奶家。我也去过另外一位李师母家。我说这个实在是我觉得，这些年长师母对我们的爱就像家人一样，真的是在那里爱我们关心我们。那这个当然还有很多的年长的弟兄和师母也是一样的，都在主里面非常关心我们。那我刚才听了这个弟兄姊妹的见证，我里面真的很有感觉，
第一个，我就觉得在这些在主里面年长的这些弟兄姊妹是非常宝贵的，有点像我们的主。啊，对，有的时候我们来到主面前呢，若是我们肯倒空，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对主的领会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今天来这样的聚会，我就听到很多关于李奶奶的见证，李师母的见证，我也是觉得我好像认识了一位新的李奶奶，觉得他们在主里面真的是有许多的见证，叫我们得激励。那我刚刚听了这个那个姊妹做的一个见证，她说李奶奶在最后的时候，她最有感觉的是什么呢？最有感觉的是得胜，最有感觉的是荣耀。慢慢的，我也这个年纪啊，我不敢讲我年长啊，这太许多的我所爱的弟兄姊妹。但是我就想啊，如果有一天我年长的时候啊，说到什么我会最有感应？盼望不是哀哭，不是窃喜，能够像我们的师母一样，真是在那有一个心啊，是对准主的，真是一个奔跑赛程的人呐、啊！我觉得来这里叫我真的是非常的得机。阿门。那我最后一点点的感觉哈、啊，就说我真是觉得教会里面呢，真是一个大家庭。阿门。那我们呢，真的是需要关心来关怀。你要关心青少年，也要关心这个大专，要关心青职，也要关心中职，也要关心壮职，也要关心年长。啊，我觉得是这样哈。这个教会啊，真的是年年的在那里繁增，能够扩展。那如果年长的不喜乐，我信教会的祝福会受限制，那真是叫我们能够在爱里彼此努力。谢谢。这边有一篇那个道瑞弟兄对于师母的一些见证，那我这边再念。第一次对李蔡秀珍老师母的印象，就是每一次聚会，到一个段落就会传来一阵豪迈洪亮的声音，然后接着就是进来一阵的手忙脚乱。那时候刚开始恢复聚会，常常在想，不知道是哪位还是老师母。后来无意间才知道是李蔡秀珍老师母。在往后的许多聚会中，有机会细听师母的欢乐，才发现原来她是这么直白。可爱，而且对圣徒有满满的爱，因此另一次的邂逅是刚好在龙总去探望，无意间遇到师母住院，挂着鼻胃管，但师母看起来好喜的红光焕发，因此感谢赞美主，原来是看到了来访的弟兄姊妹而乐可不知。第一次则是另一个主日时，师母康复出院，说什么都要上台赞美感谢主，见证主的看顾，人的肉身肉体或朽坏头脑也许会失智，但就像创世纪末了，我们看见生命成熟的智人乃是在成熟灵里苏醒，我女受制于您，师母就是这样有人，我不知道究竟要怎么样的经历才能把一个人淬炼到对主满了赞美的颂赞呢？但希伯来书12:1说道，所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脱去各样的重担，和容易常常有我们的罪，凭着忍耐宽泛大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多么羡慕有一天能和师母一样成为众人的
祝福者，我是暂时主所保爱的五花仙取去，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要成为新耶路撒冷荣耀归神。我的弟兄黄碧英姊妹，她现在人在国外，然后她写了一篇哈，短短的一篇，她说非常可爱的李师母，常叫我称为她的大气妹，曾经一起在日本料理企业餐厅共餐欢乐，也曾在阳明山吃野味，欣赏风景，呼吸新鲜空气，享受阳光，在樱花树下我们一起跳舞，一起唱歌，一起大声呼叫耶和华的名。这点点滴滴，这份秘密，今天让碧英姊妹分享给众圣徒，非常的不舍。老人家你现在与主同在，脱去了一生的疾病劳苦。我和小气妹就是会相互扶持。我人在国外不能前往，心中充满你的欢笑，及你那可爱的撒娇模样。尤其当美美的软莲为你制作的指甲彩绘，刚我们都看到照片里面。碧英姊妹说她喜欢这段话，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写的是跟奶奶欢笑捧剧的情形，可是她却哭了。其实奶奶真的让我们很不舍。我只知道，我记得我刚从大陆来台湾教会生活的时候，其实我常莫名其妙在想说，我就说前面弟兄在祷告，为什么后面一位老师母一直开口祷告？然后真的他响音好重，我听不清楚他讲什么。可是我听大概听的仔细听的内容就是，祷告主耶稣保守他的家人，然后保守教会弟兄姊妹，然后包含在前面里头的弟兄姊妹，我觉得他都一一的听在祷告。他的生活给我感觉就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然后就像气妹姊妹看到，他真的是一个很不舍我们，不舍这样一位老人家离我们而去。可是我们也相信，在那日的时候，我们会与他在主那里再相见。那我觉得说，他给我们就是一个这么的关爱。他，我记得他曾经生气美的气是为什么？就因为他说：“你今天怎么带那么少的菜？不够，再去买，再去买。”其实气美已经脚痛，然后已经走了四五趟了，他已经准备了六七道菜，可是奶奶她是觉得不够。他就是要气美再去买，再去预备，你不买我自己去买。我就觉得说，主啊，这就是一个他很单纯，他很真，这么的爱我们，不管是在小区或是大区，甚至就像我们刚看到我们这些儿童，我们这些孩子都是他看着长大的。那真的他就是这样子思思念念，我相信他一直在为我们祷告。所以奶奶是我们教会的宝，我们还有很多的老弟兄老姊妹，我们也谢谢你们一直在背后为我们祷告，谢谢你们成为我们能够在这里服事的力量。我们也相信大家都能够一起走在主的路上，为主同做见证人。感谢主。好，爸爸妈妈今天不能来，所以我代替他们读一段的他们写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感谢神的爱，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面对着李师母爱我们，是因为神的爱。1997年搬回台北后，我们就和李蔡秀珍师母隔一条街成为邻居。她是一个热情开朗直爽的人，而这位可爱的长者就自然而然成为了我们亲爱的家人。她是母亲，也是奶奶，她把我们当成儿女儿子般的疼爱。有一次叶弟兄陪李师母去菜市场买菜，菜贩搞不清楚叶弟兄是儿子还是孙子，就说李师母命好，有个孝顺的儿子。就这样，李师母成了我们的亲人，我们全家都很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时光。1998年，家里开始儿童牌，李师母为着扶持我家中有幼儿，于是主动提出孩子们每周三放学到他家吃午饭，饭后再到我们家儿童牌。每周三，他都预备好丰盛的饭菜，在阳台边等着孩子们回来。
因着他在爱里的劳苦，孩子们都很亲近，都与他很亲近，也都享受着他的爱，也因此儿童牌得着许多幼儿与父母。弟兄季云上小学以后，常常放学就去奶奶家。我们去接孩子的时候，孩子们已经吃饱，就是奶奶正在喂他们下面。他对孩子们的照顾乃是多方全周全的，不仅是外面供应食物，也常常为他们祷告，鼓励孩子们要爱主。虽然他没有受什么教育，但是主给他一个清明的心思，他非常了解每一个人的情形和需要，并常常为这些情形祷告。2004年全家搬到大陆后，他也常常在祷告中纪念我们，每次回台北他都请我们吃饭，关心我们的近况。搬到美国后，李师母是第一个来访的亲人，我去机场接他时，看到这位年长的姐姊妹远坐那么久的飞机到美国，心里实在很感动。孩子们也很高兴的能够有与奶奶相处的时间。在那几天里，他也是一直关心我们的生活。这些年间，每次回台北是常是李师母在接待我们，回到他家就像回到家里一样。除了享受他的爱之外，我们哪里有不合适的，他也会说我们两句，真是有爱也有管教，我们也能心悦诚服的接受。李师母，您的爱和您的教诲，我们都会铭刻在心。你已歇了，您一生的劳苦，现在安息在主怀，也是好的无比。你将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将这神圣的爱继续传递下去，直到我们在主里相会。叶一鸣弟兄与叶林兄姊妹，我也来做一些见证。李奶奶给我了童年很多很多的回忆，奶奶对我的照顾和爱，我心中深深的印在我的里面。人家对我来说是礼拜三最期待去的地方，放学路上都盼着奶奶做了什么菜，计划着吃饱饭后要怎么迅速的写完作业，可以在奶奶家尽情的玩耍。进奶奶家门最是闻到的就是饭香，菜饭、红烧肉、鸡汤和我不爱吃的炒青菜，我都还清晰的记得这些味道。阿妹，虽然我的口水浸在嘴边，奶奶还是不忘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祝福每一个人。奶奶半生苦的在孩子读小学的我心里立下的榜样，吃饱后再上起桌上写作业，有时候在阳台看看奶奶种的花和楼下的路人，夏天了就躲到奶奶的房间里避暑。奶奶的房间里面有魔法般的电风扇，是我吹过的全世界最凉最凉的电风扇。奶奶居于我的童年是无尽的创造空间，让我们的软灵可以无限无边的无际的想东想西。对不常在与我在南部相处的外公外婆，李奶奶是如同亲奶奶一般扮演着我童年中不可缺少的角色。以前常常边吃饭边和软妈讨论以后要帮奶奶开一家餐厅，因为她做的饭实在太好吃了。如果奶奶煮不动，我和软妈就来学做奶奶的菜。小时候明明都算过不会来不及学奶奶做的菜，我觉得什么都没有学到，奶奶就去煮了怀里。我心里有很多不舍，但是奶奶已奔跑完了她的赛程。虽然奶奶走了，但是奶奶对我的养育、对我的照顾、关心和爱却不会离开。感谢奶奶，也感谢主，让奶奶将你永留出来，在地上可以彰显你。奶奶，你在主的怀中安息，荣耀归于神。阿门。阿门。在那个十四会所在医院工作的那个林志庆弟兄，因为今天人在金门，所以他在这边有一篇这个为着这个师母还有师母的家的这个见证，那他在这边就是为这个林弟兄来代念这个见证的啊。主题是我所认识李蔡秀珍师母，喜乐忠信，保爱照会。
很荣幸能在最近这几年在医疗上来服侍我们亲爱的李蔡秀珍师母，并能为其做见证。师母的一生有两面的特点，可以成我们美好的榜样。首先，从人性的美德来看，她是一位常常喜乐、敞开服侍、享受诗歌的长者。这不仅是与师母多年相处的圣徒对其深刻的印象。当他到门诊区候诊时，因为酒后多时而有身体不适时，庆梅姐只要提醒他呼求主名“哈利路亚”赞美主，他就会转回邻里，仍然按照号码，以免造成医护人员的困扰。若有机会遇到空号，请其优先看诊，他也会在喜乐的邻里向医护人员说感谢主，连护理人员也说奶奶是好客气、好可爱。事实上，他已经因失智症而多年行动不便，身体的不适并不能削减其在邻里充盈的喜乐，因而在神在人面前都存无愧的良心。即便在住院中，只要他意识清楚，他就会很亲切地与人握手。特别是弟兄姊妹前来探望陪他唱诗歌时，他更大声欢唱，喜乐到一个地步，回转向婴孩，快乐的不得了，仿佛忘了自己还在住院。在这件事上，他的确为主做了要常常喜乐、无数的祷告、凡事谢恩这美好鲜活的见证。此外，他也常常为弟兄姊妹祷告，也包括为服侍主的弟兄们祷告，也可以尽力服侍弟兄姊妹们。在整教会生活中，他也是一位积极参与保爱教会、紧紧跟随的长青圣徒。因着师母对教会聚会的看重，只要他没有住院或极度不适，他都竭尽所能，周周分别来到教会各样的聚集，包括长青聚会、小牌聚会以及主日聚会。在全会所主日波饼聚会时，常常听到师母忠信的祷告与赞美，相信圣徒们都会记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他招牌的赞美词。因着师母单纯忠信，神也赐给他孝顺的儿女，包括跟庆梅姐，即便强忍这个膝关节手术后的疼痛，依然陪伴母亲经历门诊住院的每个过程，的确是我们服侍家中长者的好榜样。师母及其家人的教会生活，正如约翰一书3:18所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真诚上，使得教会生活满了彼此相互的建造光景。当我问他累不累，他说一点都不累，不聚会才会累，聚会不但不累，还更好睡。罗马书8:6所说，因为心思置于灵，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师母实在是以基督为生命、教会为生活的极佳见证人。虽然师母暂时离开我们，与他一生所爱的主永远同在，即便在病痛的困境中，他依然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为家人与圣徒留下美好的榜样。今天我们一生竭力爱主并爱教会，愿主亲自安慰师母的家人，也照着他的话向爱他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现在。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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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奶奶的最最最爱。谢主。其实我正不知道说什么。谢谢弟兄姊妹能够扶持这样子的安息聚会。愿主祝福今天所来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们，请我们还有各位来宾，我们请拿出手册，我们来唱内页右侧的下面的这首诗歌。刚刚说过的得胜跟荣耀，师母的关键语，愿意把这首诗歌送给我们最亲爱的李师母。得胜，得胜，哈利路亚。
再给我们一个小时，我们还可以啊进下去。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年的时间里面，跟圣徒有许多生命的连结，生命甜美的交通啊。我觉得不是受时间限制，但是他们到用事的时候，就不受时间限制。报告儿孙们啊，圣经啊，要跟奶奶再多说一点，他们没有问题了啊。那感谢主，弟兄姊妹们，这个安息聚会到底我们重点看到的是什么？看到了一位被神制作的杰作。我想我们应该有多少心里面的心目啊，愿好好的。在这个大牧人和牧人的牧人底下，跟我们奶奶一样，跟我们师母一样，好好的能够经历变化，经历更新，最终我们能够像奶奶一样的好美的啊，这样子在睡眠中被主接醒。讲到这里，是让我自己遇到这个故事，从你听的，还有从我们听的，对不对？但是有一次啊。他去看望秋人的妈妈张占月医师，看见他病榻中已经有一些一两天的伤，啊，也不是太舒服，这个病人也身体不受了折磨，啊，当然大家去看望，一定会祷告说让他得主医治啊。但是李师，我们李师母反其道而行，说主啊，主啊，你爱他，你把他赶快赶紧走，让他不要多受痛苦。啊，就是说啊，字母很深，你看，等于说只有主是真的，因为是真的就是神，他能够那么真，那他得到就是真的神嘛、啊，对不对？你我有真啊，共为我们有一点真啊，都是虚假。圣经说人都是虚假的，你以为你很诚恳，你很真。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很真很实在的、啊、像李师母一样来过一个这样的人生，留下来荣耀好吗？你我非得好好的好好的记住这个是真的是不可。那圣经节很多都说到各种很多话要讲，但是你没有帮我讲、哎、但大概呢、啊、各位单子拿回去呢、啊、大概就是有空可以看一看。总观来讲，我们这位神爱世的，包括你蔡秀正师母也是为他所爱的。刚刚大家都是为李师母所爱的，他的爱是来自于，来自于是爱的神，是吧？这爱的神，他爱的范围多大呢？还不是只是眼睛看的，就是会有这些可爱、很可爱的用词呀。神爱世人，这个我一定讲过不？有吗？啊，在座的亲友们啊，对你我都在他爱的。这个涵盖这个爱的范围里面，就是必注经节啊，你要过去就好，没时间读了。然后第二处呢，蒙他所爱的人，就是你这个蒙福的，蒙福的在基督里的人，以前你在基督之外，与应许的租约有无的约，神跟人的约是无缝无关的。但现在你被搬迁到一个范围，蒙福的范围。基督还不得了，你在基督里，你就能够成为神的心脏。明白？旧事已过，看天变成新的。所以刚刚我们大家提到，师母他也不是说身上他没有旧事，那个旧的东西挂了，还是有啊，但是主要是一点一滴的来做。来浸透它啊！浸透以后，两个东西它就脱了嘛，一个辣椒嘛，一个是软，一个是辣椒。我们人都有一些软弱啊，一些我们放不开的，这就是旧事。因为我怎么样逃脱旧的事呢？好像进到深入到基督里不可啊！不然在基督里，它就是心脏，就能够像神那样心啊！第三节经节呢，人真的。他就把我们这一个硬心的人、啊、还有一个旧的心的人，对世界的东西啊，像苍蝇一样，就是追逐啊，就追逐这些腐朽之物。主呢，他来了，他把星星
啊，心灵放在重生的人里面，啊，又从我们的肉体中除掉那个拒绝死灵的硬心，赐给我们一颗柔软的肉体。在座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现今我们有一颗肉心，柔软的心，可以先随在来领受他的恩惠，来享受他的慈爱。然后呢，第四节很重要，第四节主要我要让各位看，就是灵的新样这个点。你今天得到了这样的啊，这个新心，你就领受了这个新的事物了啊。你得到一个心灵了。你一定我需要注意一件事情，需要在灵，就是你的灵的新样里面啊，来服侍神。明白？今天我们慢慢的不是宗教，不是来守许多的仪容啊、规定，不是这个东西。规定好像是不错啊，可能给从一些不是太正直的啊，你骂回来，你要走这条路啊，好像规定不错。但神不是给人规定，神给人引导着你的活灵，你好好的享受他的丰富，你跟他引领回来是很困难的事情，不是拿着这个藤条来改变。很现实，不是这个东西，这不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享受新心，接受心灵的引导，在灵的新样里面来活出主啊。那这个点，灵的新样是李师母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很厉害的、很深的印象。周四长青牌，刚刚没看到，3月23号最后一场，我有，这是我录的，注意录下，好宝贝，赶快录下来。你千万不要以为师母有时候他就乱排，你就站起来。像那些很亢奋的韩体圣主耶稣啊，你不要以为他是扰乱天下的，到处来了。因为在我聚会总是有人讲，后来有人讲，他是不按排理出牌的，他一点点激动呢，他就释放，他就说进去。这个我重点不是说在强调说大家要去帮聚会，人家讲话你去插嘴，不是这个东西。老师母他是有一种女的信仰，好，弟兄姊妹，这个节这个精神大家去把握好，怎么随时随在一个场合，没有人荣耀神的，没有人为主人伸言的说话他的免得的，你要站起来说话，你要在灵的信仰里面把旧的东西赶走，让他所爱的这个神的儿女们的聚集都是新的丰富的啊，当然要啊，你们的信仰这个很重要。那第五节呢，我们感谢主所赐给李师母的一些宝贵的东西，里面有一个叫做复活。将来我们所有蒙他啊救赎的神的儿女，都要享受杰出的复活，荣耀的复活。信入他的人，虽然肉身死掉，也必复活。将来要穿上这个改变形象的荣耀的身体啊，永远要跟主在一起。所以第六处呢，第六处呢，大家借你们的口来宣读一下第六处。因为你不将我的魂体在阴间，你不叫你的圣者接受我，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生命的道路，他赐给啊，他指示我们，给我们来走。走道路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啊？死人能走吗？当然是活的人才能够走在这个什么路上，路上都是生的活的。这里说到，主要让我们死掉的人都要活过来的。他这种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他已经把我们的灵魂从阴间带出来了。我们是他的圣者，不见到朽坏的生命的道路在你面前，我要指示你继续走。是您啊，他把荣耀宝贵的复活赐给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啊，那我们走在生命的道路上。最终我们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而且在他右手中享受永远的福乐。那第七处呢，是保罗他的宣告，我相信李师母可以把这句话也给宣告出来，我们众人替李师母宣告这句话。第七节，来，我已经跑过了，奔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
啊，一同已经掳过了，没有了别，当然的仗该打，当跑的赛场该跑，当守的信仰该守，当守该打该跑该守，听见吗？该打。在你是农户啊，还是到处那边同样在那边，你还很远呢。他现在向我们为什么鼓励我们跟他一同打，一同跑啊，一同的守信仰啊。第八处呢，主要是为了今天若是在座的还没有正式来信入主耶稣的人，我们八万呢这句话就送给你们，那我们全体呢也一同来练哈，来。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作为啊，世人是这个词不是挺好？是这个世界呢，这里面是个负面的词，跟这个世俗的那个罪尖。无论如何，我们作为世人，我们可以蒙主恩，投靠他，我们来投奔他，在他翅膀的底下啊。所以不要迟疑，既然看见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主的见证人啊，在我们眼前呢，我们来做一件事，来采取一个态度。好的，来投靠在这位啊慈爱的神，那宝贵的大能的翅膀底下啊，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享受啊肥甘啊，肥甘是殿里的教育生活啊，然后能饱足，能够喝，就是我快乐的活水，乐活的水啊，然后享受他一直做生命的供应源头，并且在他宝贵的光中能够见光。我们见到许许多多真实的有价值的事物啊。那第九处呢，就是全体的弟兄姊妹啊，要注意的了啊。我们一种念，所以我们是有着许多的见证人。与圣母一样，就是一个字，奔。那信主人，你们要投靠；我信主人要学你，那与圣母的爱主，那个积极，要好的奔跑，主给我们主天的赛程。今天是非常独特的一场聚会，很少一场聚会这样，充满温暖，充满供应，充满喜乐，充满见证。越来越把它就实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对，让我们很真实的经历它。对，主啊，我们非常感谢你，主，我们爱你，你高举你，主啊，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是依靠在你的慈爱翅膀荫下。我们爱你，赞美你，主是在你人性的每个里，我们尝到了神圣的属性，你把神带给我们，把许多的丰富恩典带给我们，你使我们与你一模一样，你称我们为弟兄，一点也不以为耻，称我们师母为弟兄。
一点也不以为耻，因为这是你的杰作，这是你生命付出的代价，这是你今天诸天之上的执事工作的果效，要把我们做成为众长子，与你一模一样，在地上做你团体丰满的见证，一个甘甜和亲密的见证。主啊，你属于我们，我们也属于你。我们在这里预尝新耶路撒冷的实际，这是我们的家力，这是我们的能力，这是我们心中的盼望，与你一模一样，连结调和于你，神人合一为一，一场新耶路撒冷的实际，这才是宇宙的意义，这才是做人的目的，这才是神圣的经文，我们竟然与你同伙。主啊，赞美你，赞美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在师母身上所做的，在今天的见证感谢你，在这一切都感谢你，我们爱你，高举你，我们要敬拜归给你。非常感谢赞美主，今天弟兄姊妹们来参加啊我们的安息聚会。那我们今天安息聚会就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昨晚就用几件事情报告。好，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家属有预备那个便当盒，务必请弟兄姊妹都在这里吃完。然后十二点有那个游览车到二厅，即将到火化场。对，如果要参加的弟兄姊妹，请在11:50务必在会所对面，游览车那边一个门号。那希望弟兄姊妹有空，对，有时间的话，能参加的请加一参加。好的，哎，没有，请家属起立，很紧。啊，弟兄姊妹们，起立。啊，请家属啊，向弟兄姊妹。那就请弟兄姊妹们就可以先进去楼下用餐。再跟弟兄姊妹补充报告一下，就是说游览车去第二殡仪馆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它基本上就是去。